语法。我喝了牛奶。我把牛奶喝了。弟弟吃了桌子上的面包。弟弟把桌子上的面包吃了。给我那本书。把那本书给我。听力。一，姐姐很喜欢看电影。但是今天的作业很多。现在她在家做作业。姐姐现在做什么？二，弟弟很想去学校，但是他今天生病了，他在家睡觉呢。弟弟今天做什么了？三，桌子上的鱼不见了，猫把桌子上的鱼吃了。谁吃了桌子上的鱼？四，哥哥把他的作业做好了，他现在想去踢足球。哥哥想去做什么？五，妈妈给我买了一条裤子，但是裤子太长了，我穿不合适。妈妈给他买的裤子怎么样？